吃晚饭，今天是除夕夜，然后等一下要拜神，然后还有在看着这个跨年晚会，然后等一下十二点就要初一了，新年快乐大家！这次新年报希望我有记录到什么东西吧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OK， 呼吸一下我这个素颜的头。现在已经过了12点，已经初一了，然后我们在点香拜神，还有在烧那个，我不懂。我们现在要把这些金子放进去里面烧。兜风兜风，然后等下去吃宵夜 ，Let's go。然后现在，他们不怕给人的糖，今年嘛，耶，初一快乐，各位新年快乐。然后现在是初一的12点半了，然后我才刚打扮好，我现在要等着出去吃个饭，然后就去亲戚家拜年。哇，是真的很晒的，我 hometown skin 真的太阳是真的不能行，热到。OK， 我现在已经去完我爸爸那边的亲戚那边拜年，然后现在跟他们出来去喝茶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来到、哦、这个海边这里，新开一间咖啡，热吗？你看，我是热到不行。今天是初一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们来到这个人的 hometown， 把灯拍照，不然给你看。拍个人照，这个 PD， 这个把当本地人，我来当主驾，工具人一号，跟那个 TP 拍照，巨人二号，这些人，这里的世界感。我现在来到我朋友家拜年，然后他们现在开始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煮完锅，然后现在来喝茶。他们聊了两三点，剩下几只小猫。看这些人，无语。耶、yeah, ！Welcome back， 今天是初二，然后我现在。刚打扮完，然后现在应该12点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吃个午餐。现在来到这个乡镇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吃个午餐。Say hi， 出门不喽？耶、yeah, ！我来巧遇他，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去拍照片跟 IG。你来跟你哥吃个豆啊，我来哦。哎，你吃菜就好哦。现在已经吃完了我们的早午餐，我们现在又回来我们国家，回来赌博太赌，然后我们要拍我们的 video， 去我们的 IG 看我们的 video， 然后他有拍他自己的 YouTube vlog。 我刚才拍完抖音，然后现在又要跟朋友去买点，然后车上有笑屁呀、啊，我无言。然后等下到那边的时候，哎，又是昨天那堆朋友。然后等下再拍，你才没有朋友吧？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到这个人的家拜年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财神爷在这里，对。两个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这些人又开赌了。哎，我今天算了，有没有钱收？没有哎、欸，有人要看账，我可以联络我的电话吗 ？OK， 他电话在这里。我是成功的男人。OK，
他们两个背后的男人就是他。这些钱多的只能在这里吃饼干，他们在吃滑滑饼。滑滑饼，滑滑豆豆。德伟要吗？德伟，你爱上这个味道。我们现在出来吃个晚餐。新年真是不能出来吃东西，我等到很累。怕了，真的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要生气。他现在好好的。我们现在吃完晚餐，又要去香依绕了。然后我们要去什么？他们讲要去放炮，还有继续啊！我们吃完晚餐，回来这里唱 K， 然后外面还在堵，继续堵。这里。好累呀、啊，他们在唱歌。哇，我好巧，好油啊！后面有人在说。我要睡觉了。哎，我可以偷穿鞋鞋出去了。可以，我要穿鞋鞋。嗨。大家好，这是凯哲的 vlog。是的。凯哲的 vlog， 凯哲的 vlog。来来，你吃。我鸡巴仔，公鸡巴仔，鸡巴仔，公鸡巴仔，公鸡巴仔。你拿一支先，不要讲先啦。这是香的吗？香来了，香来了。太香了。不要拍手的，别拍手。那你有拍的？别拍手啊！来来，老板。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好高兴。幼稚幼稚，能吗？你看那个大鸭的光彩。看这两个多么矮小。哎，你们刚才有听到新年快乐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你要在那个机器下面讲 ，OK。小王，我放。然后你要什么歌都可以，你要什么歌都可以，真的。真的真的。来来，一二三。你讲小王，小王，请停止播放。讲小王，小王，请停止播放，快点。太灵了！小王，小王，停止播放。
我凌晨三点了，我们要睡觉一下，等他们。哇哦，现在已经凌晨四点多了。晚安，巴嘎巴嘎。早安，哎，现在已经下午一点多了。然后我现在来拜年，然后昨天玩到凌晨六点，然后才回到家，然后现在才刚睡醒打扮好，然后我就来我妈妈的阿嬷家拜年。我就来找这个人，现在还蛮老实。又是一天晚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跟我昨天那班朋友吃晚餐，又是在吃。然后我现在我在这海口，很多车，很难找 parking 啊，这里都是车的晚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叫群记那个餐馆吃我们的晚餐。然后这人也是姗姗来迟，迟到啊喂，偶遇啊，迟到的人。我现在来到法师宫这里看老娘表演。恭喜啊！我娘大道跟恭喜啊！喂，我们在吃。没有钱啊，这种大老板玩的。这个也是大老板的饮料，我不能。哇，家人们，天亮了。然后，这些人还没有睡到觉，我们旁边有一把。是。今天初四啊，然后从初三一路去混到初四，初三的衣服穿到初四，省一点没有钱买新年衣。对，混来吃早餐。Welcome back， 现在是初四的傍晚六点多，我现在才该四点多起来，然后现在才冲好凉，打理好，然后现在是半个素颜，只擦了防晒就出来了。然后昨天我们真的是可能熬到早上八点多吃个早餐回来，然后就一回到家我就真的是乱冲凉冲好哦，我就上去睡着睡到现在。然后现在我要去早吃，这 vlog 真的是很乱，就是去赌博，然后一直跳多蹦，也没有拍到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随便一个记录吧。小麦 V 来啊，这两小麦 V 来啊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哇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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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Oh my god, sick. Oh my god, sick. 哎，我朋友不过第一次出门开车啊，不回个家。直接没有下车就锁门。找谁？我们。我又来啦，我来啦。我们现在找还在的大主人公。你看他们，我的什么？你看这个。你要不要？老板娘，你要朋友。来，跑进来，我都不要。
哇！斗笠，我们来到了热闹的家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报警！你们就在回味啊！我真是不能答应你们了、啊、喂，好好写嘛，好写好写。马轮风，马轮风，马轮风哦。耶，早安！现在是初五的早餐。到本站给你们分享，然后我现在迅速五分钟前 ，OK， 我现在正 get ready， 让我睡觉，应该需要一个小时多。结果我们当然没有五分钟，我现在出来去shopping mall。我们来到这里逛街了，但是电影也是来不及看，所以我们就来随便吃一个小吃，然后等下又要去聚餐了。现在已经结束了的聚会，拜拜。现在是三点的，现在是初六，然后我们我很靠近你，真的。然后这老板娘在我们，然后我们虽然现在才起来，没有我们，真的。我跟他两个不能迟到，又是真的吗？喂，真的，我是六点起床的嘞。三点呢喂，成功人士的早餐是三点。哇，阿泰家的鱼就是不一样。阿平金子掉了，这人没有谱了。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是晚上，然后我现在，哇，这个人好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唱 K， 哎呦，狗！耶、yeah, ，初七快乐！我现在三点多，我们才吃早餐，终于有时间跟这人 meet 了。整个新年，我们现在来吃个早午餐。刚刚我们来这沙滩这一拍，我们抖音，然后天暗了，我们要去龙街。开心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这个新年又要结束了，然后我现在准备 pack 我的行李，然后我明天又要回去上班啦，好不想面对现实啊，我又要回去了。我和朋友们说好了旅行见哦，还有就是 KL 米，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这个人最后一天了，来找这个人擦。听说这边新开的，来我们这种大姐大去收博物馆。看，结果我们进去关了，已经关了，然后我们不能吃，我们现在换。太不懂规矩了，网红来了。怎么你？一
我们转站来 X 七，我已经喝完了，这人还有半碗。我舍不得黄宏请我喝。点吧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留到明年更呀。三十五麦，开始了吗？点两百，好不好？这个老板叫我拍给你们看，你看脚翘在门外面了，拍给你们看这个，这什么？这花椅叫什么？天工座。天工座，还有一些钉子，然后他们拜斋的，然后是吃菜的，这些哦。今天早晨等一下啊！来开。你别拉住了，为啥？你是最漂亮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在拜神，那个在跳舞。听到叮咚锵，头发都摆晒。过完年上来明阳开工了，什么花姐啊？哎，谢谢老板娘请吃。真我啊，真我是吧？然后我们来随便一个附近的电影院看一个贺岁片。然后我就要面对现实继续工作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他亲爱的弟弟。闭嘴吧，没有我他怎么回来啊？姐们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